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漆黑的微影，而家就嚟到第二个嘅地区啦。今次系成都地区嘅，好嚟啦。好，第一个嘅话就系阿速呢个非人系嘅道馆啦。好，华丽我点读啊？咩长喺天空中嘅鸟类精灵嘅真正力量，我会令你咧了解到。阿爸睇下，睇下我嘅战斗喺天上。哦，因为佢嘅故事我就唔系好识啊，所以我唔知。佢嗰个嘅老豆系因咩事而上咗天国嘅 ？OK， 保护师啊你，热风即刻换重先。如果热风嘅话，练马啦。风气切割，哇，都几狗效，即刻换技啊！火啦，大火。化石飞龙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怕冰系噶啦，咁啊，启暴龙啦。不过应该都系快啲噶啦，冰牙式。好多顶得住啫，哇，打唔死添。换只呢只保护起身总之 ，OK。整个铁壁画先啦，呢度好，呢度保护吸死啦，呢度绅士，绅士嘅话咧，最好就用。岩石打嘅岩石，条岩蟹咯，岩兵，哇！热风，你真系奇奇怪怪嘅啲馆主出嗰啲技，巨岩蟹点会用热风啊？大佬，点都唔会系用嚟烧伤人啩？我相信，咁但系烧伤咗都系比较麻烦嘅状态咯。好 ，OK， 用挑拨仲用，真系劲奇怪啊！佢嗰啲技，唔紧要啊。都做到发挥早壮啊！呢、這个巨拳牌练马啦，呢度细火应该 OK。诶，争啲分到满啊，烧死自己啊！天然雀就羽衣配啦，好咬佢，争下再咬冥想，真系完全睇唔透佢啲系咩嘢嘅战术。哇，系更胜我用一嘢秒咗，输咗冇计啦，话晒啦，我承认咗你好强啦，为咗成为最强嘅鸟类精灵训练家咧，我会咧锻炼自己同埋精灵。好，下一个好似系谂谂先，下一个系咪虫啊？我练马先啦，谂谂先啊，再系第二个系虫系。仲喺精灵方面咧，我唔会输佢。通过对战咧，展示我嘅研究成果。好，大火啦，抗火果都冇用啦，我咁大力，再嚟。好，仲有边只啊？大甲照上，超用大风，哎，唔够佢快啲。火炮猴啊，近身拳击。啊系打唔通，如果佢用地震咁啊，睇暴龙啦，暴风啦，好，太古盔甲呢只用草技打死佢，争啲中埋就我赢噶呢度，唔中，保护先喺度，哇剑舞。唔紧要，我揾只快，咦佢都自杀咗啊！巨剑牌，岩兵，加速特性嘅羊马，重命，哎呀，呢只急冻光线，亿万吸收，真系奇奇怪怪，佢出嗰啲技，我唔知系特登配到佢咁啊，定系点样？冇可能会系咁噶，普通四大天王都劲过佢噶，佢出技嗰啲招式，嗰啲嘅方法。如果是满满的话呢，转一转啦。好，剑舞，开三把剑舞杀咗先喺度。鼓掌，好，唔紧要，你咪鼓掌。猛毒，暂时唔会毒得住我嘅。好，对面系虫，草咯用。啊，唔系，草都冇问题，实。好，揸下，秒咗啦，搞掂。不过就系咁啊。好犀利喎！佢对精灵都好熟悉喎，研究仲未够。
下一个是啊普通系馆主小西，系嘛？最爆发就系只大奶罐啦，唔系自夸好强噶，我精灵又可爱又强，但系好开始咧，哦，大奶罐啦，人身拳击，好争啲啊，报恩，好加点，双尾怪兽照上啦，人身拳击，好，气色腰带，啊俾人秒咗啲味道。整隻衣背啦，啊唔系，佢有草，佢有飞行技，我都唔记得咗先头先。幸福蛋睇暴龙啊！呢一度嘅话就冇办法啦，如果系幸福蛋嘅话，因为净系可以用防普通物理技打赢佢啫，因为特防都比较上高啊呢只嘢。哇，冇咗劲多血，照上啦，直接用大波冚佢。争啲啊！启暴龙啊！暴风，哇！岩崩啊！顶得住 ，OK。圈圈红，照上。岩崩，飞上，起身种子。哎，咁多俾你避到，唔紧要啊！岩崩再嚟。咁啊，铁壁咧，空元气，好毒死佢。皮皮，寄生种子啊，真系烧伤。点解要咁做咧？系咪啲咩特防啊、物防会高少少？我唔系好记得添。好，保护先。避咗攻击，哇！其实系咪掉粒种子落去？但系佢冇吸到啊！我好似见到有寄生种子掉落去，试多次先，冇理由噶。回避咗攻击，真系唔中嘅。佢仲有个烧伤系冇扣到断噶，唔知啦我。我唔知呢个系佢个特性，因为我唔系好记得啲咩特性啊之类。好 ，OK， 飞剑蟹万力搞掂，好啊！哇，好过分啊！啊，喊出嚟就舒服好多，咧更强又翻嚟。下一个系鬼系，点呢部嘅鬼系？我见到你被称为神嘅精灵，我喺度修行紧，希望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嘅。好，紧鬼。剑舞十万伏特咬嘅，哇好痛，死埋添可能，系啊死埋，因为我命玉二马又夜黑魔人大火争啲，唉死埋，唔会呢度输啊嘛，都几难打呢只，边佢？鬼盆栽，掉粒种子先啦。佢以为我会打，所以用不二打。不过冇咁快，好似啲先用不二打嘅。好，同名，好，不二打再用鬼火，佢终于唔用不二打，用鬼火啦。喂，唔好死，唔好死，唉。真系咁都俾佢捉到我脑，哇唔得走呢只要，要连埋，哇仲要回心一击添佢，岩崩岩崩，啊要输啊呢度睇嚟，地震好似唔中噶，试下啦，咦地震中啊 ，OK， 绝境反击冇晒技，啊因为佢用嗰招，唉。扣晒啲 PP 数，唔够 PP 打，所以唉，冇风啦，哇，仲要唔中添，气息腰带，玩完了，玩完了，哇，点打啊？
食咗一半钱，真系黐线嘅。好，我谂启布龙门呢个气息腰带都唔系好掂啊，可能要帮佢配个专爱围巾，我谂都系要，因为冇速度实在太慢啦。呢个启布龙170，系咯，火爆喉快过去啦，肯定，连 B 背都快过去啦，应该我谂。好，今日上到去再翻嚟啦。好，翻到嚟，而家就嚟到鬼嘅道馆啦。咁头先咧，我哋就用咗炎衣背嚟开头啦。咁所以我一开头唔会用炎衣背住嘅，先用坚果先啦。好，起身种子，百万吸收，真系奇奇怪怪啲嘅。边啊？百万吸收，你咪吸啦，慢慢都系吸紧你自己啲血啫。边死嘅，靓波杀埋，好野黑魔人嘅话照上啦，因为佢系地震嘅，哇好痛啊，我都，我唔紧要，迎击，加埋防，我谂佢下一只应该会系雪妖女啦，鬼火唔紧要，啊唔系鬼盆栽先嘅应该系，唔系雪妖女先，边死嘅，哇识火拳，我唔紧要啊，火拳对我嚟讲。对我呢个加咗坚硬嘅能力值嚟讲咧，完全唔同嘅。打掉梦妖，哇！有冇梦妖啊出？死啦！冇吸血添而家，黑色眼光，吸佢，靓波，保护，鬼异光线，再嚟波下，唉，唔得添，紧要啊！好，再保护，灭亡之歌。咁即系而家系推我死啦！而家要即刻全力打佢啦，要争一下就可以打死佢啦。如果唔系就系我死啊呢度，打佢！但我得翻一弯，你弯唔中就死啦！唉，冇啦，死得又俾你咁样推送走咗我只坚果走啊！呢度用细火，不易打。我用不二胆，我转咗转重先，转做启布龙啦，同名，再转做巨岩马啊，猛毒，保护，同名，我再换走，换做炎衣背，因为佢系咁用不二打。而且佢又打人劲痛，所以我一定要咁样慢慢屈佢技，急冻光线。唉，游击兵，好在都咬到最后一下。烈焰马用大火，梦妖照上啦，绝地反击。点解我冇晒技嘅又？啊？因为佢封咗招技啊，应该头先，应该系啦。不过绝地反击都会心一击啊，几好啊！睇暴龙，冇可能输啦，系嘛？好，不凡实力嘅话唔会输成咁啊！但系你有一种另外嘅独特嘅嘢啊，就系霸气。好，呢个系谂谂先，格斗系啊，好似。好，精灵修行，头先唔记得睇，揿得太快。好，黄海。如果佢用水嘅话，用炎衣背啊！哇，佢即刻换技咯，几醒目喎，管主都斩佢，居然敢喺我面前打鼓，怪力，睇波咯，暴风，艾比罗比华拉，火爆喉照用。重啊！人身拳击对我嚟讲系冇咩作用，因为我呢个飞行系就半减咗啦，所以打我唔痛嘅。换重，杀咗佢，终于有灭场啦，可以启布龙。因为之前通常启布龙都系好快死嘅，好争啲，好反伤死咗佢自己。哦，我居然会输，下一个谂谂先。这个格斗的话下一个是冰是吧
啊，唔系钢系呢个，钢系用火爆。啊，唔系今日用嘅精灵系钢铁系啊，你知唔知钢铁系啊？系非常坚硬又好尖锐，同埋好强都系真的，好尖锐。And 近身拳击手刀啊，个嘴就踢佢。唉，大镬啦！唔应该用咩诅咒？诶，唔系用手，应该用近身拳击一嘢打死佢先啦。佢今季照用大火得，仲有咩啊？卢卡利奥应该有神速啊，冇神速，定系佢冇用咧？我唔知啊，呢个钢系就用翻钢系咯，我都起身中之。吹飞唔紧要啦，呢度嘅话咧用冲浪会好啲啊，又吹飞保护边嘅，哦一啲都唔痛啊，再边嘅，佢奇奇怪怪，咦开回血技佢。再嚟，今日转只巨剑牌出嚟先。哇，又吹飞，好烦啊！你都系咁吹飞，厌烦。你咪试下打我咯，扮死你啊嘛！又回血，唔好再吹飞我得唔得？我想快啲结束佢，你喺度磨，嘥时间喺度。用蛮力，蛮力。啊，因为我快过佢，所以咧就冇办法喺佢落地嗰下打中佢。换做点样配？剑舞、燕反，我话燕反啦，你咪剑舞开三下剑舞秒咗先，咬佢唔知杀唔杀到咧呢度，或者用叶技诶咬佢啦，唔好叶佢。咬死佢！咬死佢！哎哟，争啲奶油，咦，应该佢死啦，下弯。好，下一只咩啊？自爆奇怪。呢度嘅话用草技会好啲。好，坚果虫，搞掂，一下秒咗啊！精彩啊！作为训练家，似乎咧系你更胜一筹。不过咧，唔理系力量定系善良啊，我唔系好识表达啊，加油啦！好，下一个系冰啦啩，冰连连马啦，啊，等你见识一下寒流寒冷古流，好，争一下，唉，死埋，搵只快速嘅就火把喉。地震巨剑蟹硬笔争一下都系，诶砸死好嘢，睇唔切添。贝贝龙硬笔啦，照上砸死埋白海狮，照用硬笔 keep 住个细上啊，又动弹不得啊！铁甲背再嚟。冰柱针连锁特性，好，哇，好痛啊！唔好再掉啦，唔该，我就系死啊，俾你掉到马骝拉士刀，哦，玩完，跟拳击死啦佢，哇，佢只只都气声腰带咁滞，至少有三只气声腰带见到，好，大势已去啦，精彩嘅战斗，有咁嘅意志咧，唔理发生咩事都可以克服到啦，下一个就系龙系啦。呢、這个都系龙嘅使者啊，但我唔记得佢咩名啦，已经。好，小庄，世界上最强嘅龙训练家，唔理咩对手都会全力以赴嘅。最强嘅唔系阿道咩？急冻光线，神速你啊唔系神速启暴龙，抗冰果，唔话知啦，唔痛啦，头先嗰度，我都谂紧点解会唔痛嘅咧？点呢本？斩佢，龙轮。斩死啦！又沙漠蜻蜓照上，
唔系照射，用急冻光线杀，用火焰拳真系。血翼飞龙照上啦，兵技杀，又抗冰果，哎，俾佢反添。启步啊，唔系用呢个岩崩呢只，七只清鸟再岩崩，已落地居然，唔紧要啊，落地啦咪，动弹不得，杀，掉落沙喎，呢只。屈死佢呢只龙爪，好寄生种子开剑帽应该都唔会痛得去点啊？好豆眼啦，豆眼同埋豆高公试下，睇下边个劲。哇，好劲喎，扣咗一半条，唔紧要啊，鞭死佢得啦，赢埋，结束咗啦。我居然会输啊！嗱，你先睇你系边度搞错，好好自豪啦，赢到我。好，天王系嘛？好，毒系天王啊！第一个毒系超能力，乜嘢超能力都冇，好似有叉字符佢。一树曾经环游世界，日以继夜咁咧做住超能力精灵嘅修行之旅，最终成为咗四天王之一。我会不断变强，冇理由会喺呢度输。可唔可以赢到咧？青铜钟，青铜钟要走，铁头锤。大火，炭火果居然有河马王，诶、欸、好啊，斩啊，好噃，迷信者，佢剑下嘅岩崩啦、啊，再用岩崩，诶、欸、又系小大啊，恶魔之吻，火爆喉，气空，唔系咁魔啊。咁啊，换呢只打啦！你用气孔，我食住上啦！用活活猪超能力，寄生种子，精神干扰。诶，食住个细就用铁壁恢复原状，即系佢快啲啦！而家系呢度变佢啦，变佢。咦？点解系我快啲嘅又变咗？睇暴龙啊！天然雀。差啲，哎，结冰，咁都俾你解到，好嘢！争下，好搞掂啦！沙奈朵，沙奈朵连马，大火，搞掂啦！唔会系嘛？虽然输咗，但系唔会改变自己条路噶。为咗咧，站上呢个训练家顶点，我继续战斗落去，就嚟赢啦！这个是这个是虫系啊，唔系喎，我记得呢个都是毒系嘅话，啊头先我系超能力，这个是毒系，这个是毒系先啱。咁嘅话用烈马开头，四天王之一阿吉啊，就系毒系嘅管主嗰、那个嘅阿爸，好似系啊，谂下先。好啦，唔记得啦，唔记得系咪阿哥定阿爸啦？我深处暗影之中嘅忍者，我嘅复杂战斗风格咧会迷惑并且击败你啊！混乱睡眠毒，挫败喺我嘅恐怖战法力量之下啦。好，阿里多斯细火都点啦，抗火果十字剪啦，不二打，不二打其实真系几屈机呢招嘅，毒气双子，睇布罗。龙星群，咁你都唔死，痛评分，咁奸嘅招技，好，喷射火焰，哇好痛啊！喷射火焰都水技，咁你都唔死，火爆口，焰反，叉字符，启暴龙。急冻光，你睇佢一嚟点会用回血咁黐线嘅啲技，冇可能，死啦！我哋咁都抗冰果唔系先得啦，转呢只先得啦，我唔想我哋启暴龙死。好，毒蛙，毒蛙就系四倍超能力，但冇超能力嘅话，用边只好呢？
火爆猴，火爆猴咯，地震，争啲，好痛啊！佢独特都，抽泥照上地震，火拳，咁我用火虫啦喺度，大火，仲有咩啊？魔老风乜嘢我删埋，你升腰带啊？冇用啊！你升腰带，你断估都唔会一下打到我啩？280血，搞掂。哇、哦！你证明咗你嘅实力啊！我虽然咧浑身解数，但系咧都系失败咗。我嘅技巧咧睇嚟咧都仲系要精进，继续前进咧，证明你嘅实力。好，呢、這个系格斗系嘅天王，系自霸。冇记错系关东都有佢份嘅嗰个联盟，只要通过战斗嘅磨练咧，都可以变到更强。我就系靠住呢个信念咧，同精灵一齐生活，一齐训练啦。常常我哋强大嘅力量将你打低嘅滋味。飞跳，唉，咁都唔中。其实我出错咗，应该一嚟出启魔龙先啊。复仇暴风，哇，佢呢只系猛毒噶喎，咪唔好唔中啦，好嘛？就系俾你打死嘅咁样搞法，好吧，好啊。厌烦，音速拳几犀利，嗰支音速拳可以打到一半。好，地震，厌马，大火啦，照用。哇，系、哎、死啦呢铺。好，呢隻嘅暴风啦，哇，佢快过我嘅咩？居然边隻最快喺度？呢隻嘅草技克制，好，卢卡利奥巨剑蟹啊，巨剑蟹嘅蛮力，一嘢车死佢，游戏式腰带，转呢隻，好反死，怪力。寄生种子得啦，好保险啲，好而家得翻三隻啫我。不过如果开到铁壁咁，我就无敌。佢一嘢爆裂拳咁都打得中咩？铁衣背咯，又系剑舞先一下，子弹拳一下应该可以 OK 嘅。费事开太多，我怕佢一爆击我玩完，得翻一隻啫，赢啦应该，好嘢，赢啦，点解我会输啊？我任务已经完成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系恶系，呢、這个系恶系啊，唔记得啦，咁啊火爆先啦，都系四天王中嘅黎林，睇嚟好有趣，我中意恶系精啊，系啦。我擅长嘅就系咧车轮消耗战，系咪好正咧？你有实力做个对手啊，加油啦！我咧唔知有啲迫不及待，咁开始啦。好，近身拳击先一嚟，唉，游戏式腰带，唉，真系好麻烦，游戏式腰带。好，悬衣背，要验下嘅蛮力，希望一下撞死佢啦，撞死啊，争啲。杀气，你多下就玩完啦。鬼盆栽呢只，寄生种子，好，铁壁，幽灵鬼火，似乎系同之前嗰只嘅鬼盆栽差唔多几，我相信。同评分，系咪评分？啲血都系我有优势嘅，其实大家都有正法，而且我又有呢个寄生种子吸住你。影击，好，再嚟保护边嘅同名分，边嘅，好，争一下佢又玩完喺度，佢唔会咁好彩用呢个同名啊嘛，我保护先喺度，都系用同名分，好，保护。吸死佢未啊？争一下仲边啊咁，
追击，好搞掂，自己打死自己佢。呢度蛮力冚啊，冚啊，最后位揸下，佢用蛮力打翻我转头。烈马大火，黑龙加照用先啊！引火系佢有引火，死啦！睇暴龙啊！喷射火焰，冲浪冲浪，争一下，搞掂。绅士，伊德巴借住赢啦，咁啊！好、哦、啊，做得唔错喎，好有型啊！强大嘅精灵同埋弱小嘅精灵咧，都系人嘅一己之见。真正强大嘅训练家咧，系用咗自己中意嘅获胜而努力嘅。你知道咩系最重要咧？好似以往咁前进咧，冠军等紧我。阿刀嚟啦，我又打多次啦，刀。如果系刀嘅话咧，就养两只凯布龙啦。凯布龙先啦，就。知道而家唔识讲嘢啊，只需要咧用战斗嚟决定边个最强。作为训练家，龙训练家道参上，吸引我先。有抗兵过啊？冇抗兵过？神速睇暴龙，好搞掂。血液飞龙佢点解？砸死佢！啊，居然唔中，惊杀埋我啊！蜻蜓。点呢部啊？剑舞龙星群斩佢，好四血反胜，靓波啊！呢只三头龙有冇火技？冇火技，寄生虫有火技，你特登唔用火技噶呢只，好把口咯，近拳击。好廿杀，双虎战龙，唉，冇嗰只坚果有啲难搞啲呢度。掂，冇死，顶得住，好啊。呢度用咩好呢？得翻三只，最快应该系火爆猴，可以一下打死佢，我相信。哇，好在佢用岩崩啫，如果唔系我真系输咗次。黐龙王，黐龙王，火爆猴咯，得翻一只啫，有机会啊，争一半。龙星群，好，降咗特工嘅，睇暴龙，睇暴龙，睇暴龙先啊，中啊，唔该，好，赢啦，结束啦。但系好不可思议，一定系相比失败嘅苦路啊，但可以同优秀嘅训练家对战，更令我觉得开心啦。赢啦，终于话。完成咗成个地区嘅挑战赛，期待下次嘅战斗。恭喜你啊，赢咗咧成都地区全部馆主、天王同埋冠军啊！我哋为你出色咧献出呢个赠礼大师球、神奇糖果、PP 最大剂圣灰。好，欢迎你再次参与嘅。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啦，又打完第二个地区啦。咁下次翻嚟就打风原啦。好，咁就系咁先，拜拜。